嗨，你们好。又是一个 beautiful 的 Minecraft 的一天。对，我们今天继续来玩这个 Minecraft 多重世界。我以为它这个有模组其实是抄袭虚无世界，但是后来才发现哦，原来他们两个是同一个作者啊。就厉害，对，厉害。可是也太原封不动了吧？也太一模一样了吧？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意外，应该也是要找到那个矿物啊！啊，看到了，这个紫色的矿物，我们就把它挖一挖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对，赶快打 boss。好，这颗有钱吗？有哎、欸，它有钱哎、欸，摆成什么形状都可以吧？有啦，这是什么？啊，对，应该是它 chunk， 对它的中文名字叫什么？阿巴拉契亚大块。作者真的知道他自己取的名字通常都这么的特别吗？他都不会觉得怪怪的吗？还是他就是键盘上这样随便 key 一 key， 就是那个几个字这样直接滑过去，像手指滑过去，然后有出现什么就算什么这样子。这个作者也是蛮有趣的。这些是什么？双头肩膀怪。欸，我以前有看过一个电影，然后他是一个叙说，好像有一个人，然后他的肩膀上长了一颗眼睛，然后他就一直去抓那个眼睛啊，抓一抓，结果他就冒出了一颗头，然后就跟那个男主角一模一样，然后后来还长出另外一对手，然后就分开了，变成他们是从他的肩膀长出来一模一样的。那电影是什么？那个好久了，自从发布就是之前那个影片之后啊，其实就蛮多人会来关心我的。其实我 OK， 我状态是 OK 啦，我状态是 OK， 只不过就是有点像我其实上礼拜就是上周讲完之后，哎、欸，我找到祭坛了。上周讲完之后，就是觉得算是舒压啦。对啊，回去看一下我的影片，我发现我好像。哇，我觉得我好暴躁，我好暴躁哦！天哪，我就是没有出口，然后暴躁起来这样。可是我就是想要分享，这样就是不知道内心的那个有话直说的感觉，然后就把它讲出来，讲给大家听。我认真讲哦，如果说你要在 YouTube 上经营一个频道，现在其实应该是目前没有一个会一定保证让你红的事情。对，就是等演算法。照到你的时候，你们可以把演算法当作是一个洋流，只要你跟上那个洋流，你就会一直红下去。但是呢，因为那个洋流会越快，快的会把你甩出去，直到你被甩出去之后，哎、欸，对，你就准备领便当。对我现在已经在吃便当了，真好吃。我现在最近我都不知道我家附近的便当这么好吃、欸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召唤这个东西了啊！三二一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只暴食长什么样子啊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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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天哪天哪天哪！凋零哦、oh, ，OK， 我解除效果。它是一只，什么东西？我要怎么形容它？很像弓箭手啦。它有六只手，然后只有一只手会射，太棒了吧！这个设计一级棒。然后很痛，哎、欸，会有凋零效果。我这套装备完全是抵挡不住。我发现它这个一二的装备啊，其实跟它本身的那个 RPG 的那个装备模组是互冲的，所以其实没有办法，玩到就是对，就是如果说我要玩的话，我应该要穿的是他们这个世纪的装备，比较不会 ，ouch， 比较不会那么痛。OK， 好了，它剩下一点点，它快掉下去了，我是该救它，但是我怕那个装备给我跑不见。哎、欸，我捡到了吗？有吧？有吗？他的有吗？他掉了一把枪，然后什么？这把枪是魔杖吗？我不知道怎么，我把它丢掉。我觉得再怎么比也比不过我的红物质全套剑。对，然后我在想他是不是。东西已经飞出去了，应该是飞出去了。我要再重做一个，笑死！来吧，耶，拜拜！没错，我就是没有那个心脏。交出你的心脏，让我来看看你里面有多少颗洋葱。哪里、啊？哪一颗？啊，这个啦，这个啦，这个什么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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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heart？ 有了，我们只要收集它的宝石跟灵魂，我们就可以再盖出紫色的大门。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大门是长什么样子。这可以想盖多高就盖多高吗？我盖的好丑哦！啊，我怎么放成这样？我怎么放歪歪的？啊，打开，好黑哦！天哪，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世界了，黑白的世界。我刚看到一个，啊，有了有了，这是什么？也是眼睛怪，作者真的很喜欢眼睛耶，他喜欢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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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哦，鸡皮疙瘩，
哦，他的背哦，好多哦，哦，他感觉可以拿来当成那个灵骨哎，哦，不是灵骨，那个叫什么？就是很像那种那个音阶板，然后你可以拿那个什么那个可以敲的那个鼓棒去敲，你就会发出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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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声音。哇 ，Oh my god， 好酷哦！然后还有什么双头人？他可以就是坐在一个位置上，然后前跟后分开，前面的拍片，后面的剪片。啊，为什么他的头是一根哑铃？他是鼓棒是不是？哇，还有一只大胖，他是用符文做的石头。那啊，他怎么射？啊，有啦，有看到一个蓝色的东西射过来，好酷哦！啊，又是一个对，嗯，喜欢做自己的书。啊，那个会飞的，我记得那东西蛮痛的。啊，他是病毒，他是新冠病毒。我的天哪！他我们不要接近他，我们不要感冒。我很怕，我等一下讲了这句话之后，我隔天我就直接中标。对，因为我是目前我朋友圈里面我还没得过的，小光好像也还没得过。对他，我们还没有得过。那个得过超痛苦的，那个像我的剪辑师，他得过之后，他就是笑死啊，不是，我是说他就是就是咳血啊，然后浑身不舒服啊这样子哦，咳血咳了一个礼拜，然后阿神好像是。也是在咳，然后咳了一个月，就还没好。然后最近应该好很多了，应该是好蛮多的了。好可怕哦！不想要中毒，好吧？不是说不想要得新冠。你们有人得新冠的话，也要就是多多保重啊，多多保重啊，自己在家休息，不要到处。你看，又一大堆。你看，而且再加上远距离传染，多危险、啊，可怕！你看，我刚刚挖了几颗黑黑色的宝石，这个可以干嘛？黑色的宝石搭配黑色之心。然后把三颗并在一起，就会变成好玩的东西。晃镜器，你看好大，你看是不是比你的还大？没错，我就是这么的巨，希望你不要介意啊。一颗而已耶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祭坛。其实虽然我之前拍片的时候，大家都蛮喜欢我以前的拍片风格，但是。直到一点一滴的消失之后，我其实也有感受到大家对我的关心，然后也有人私底下密我，这样我也是蛮开心，就是，经过上次那个心态调整，就是我俗称的压力释放。你至少如果说你们生活上有什么压力啊什么的，说出来，还有对你会好一点，对，你会很开心，你会很快乐，你会想要吃西瓜，然后你就会冲出去，然后买一颗西瓜，然后你就会忘记怎么切西瓜，所以你就吃不到西瓜，然后就会很生气，你就可以发文，干我买了一个西瓜，他妈吃不到，非常烂啊，对不起，反正就是有压力啊，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有机会看到的话，大家一起安慰一下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取暖的环境，对，我们大家抱抱一起取暖，这个是不是祭坛啊？这个好像是祭坛欸。可是这里的怪物都很痛欸，而且我快死了欸，我是不是该开大绝了？逼我开大绝？等，他祭坛，他根本没有祭坛，这个是骗人的。你以为紫色方块就是祭坛？想得美！有了啦，有了，好白哦、喔，天哪、啊！而且他的祭坛在上面，哇，真的是非常的高端。消灭啊，消灭病毒，人人有责。来吧，三二。OK， 他出现了，他在哪里？哇，你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他很像那个 Intel 的晶片，他很像晶片，他好多好多那个、哦、晶体管线哦。哦，他好酷哦，他很酷哎，他长这样哎，天哪！我拿到了吗？我拿到了吗？我有拿到吗？我有拿到吗？我怎么觉得我又没拿到了啦？那个东西，我好像没拿到呢。他的那个叫什么？他的心脏？为什么 ？Why？ 啊，我怎么又死了？啊，我怎么又死了？啊，我怎么又来到这个地方？啊，不是啊，啊，我刚又被哦。太棒了，我那套装真的是完全 hold 不住、欸、我要做装吗？可是他的装那么烂，我想飞也飞不起来。不然有个方法，我开那个嘛暴风戒指，然后就进去。OK， 回来了。结果我都已经穿装备了，然后还捡到一堆垃圾。天哪，我这边背包又开始爆炸了。好了，把我的背包的东西都。丢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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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烂东西，种子不需要。好，按下 I，
我们再试一遍。我这次把那个这个叫什么防御啊，那个叫什么，这个戒指戴上去了。这个戒指本身会比我们的鞋子施展的保护层还要来得大，所以呢，应该是可以有效抵挡怪物啊，它基本上是无法靠近我的。然后远程怪我还不太确定，因为他们也会射弓箭，但弓箭照理讲投植物也会被反弹掉，射我会不会死？啊，射不到我了啊啊！你们这些人啊，现在所有的远距离攻击对我来讲都是无效，我会把你们的远距离全部都无效。哎，他的是不是也是无效化？是无效化，对我来讲没用。我终于已经开到神的等级了啊！你这渣渣还想弄我啊？他是那什么新冠病毒的主使，看到没？他旁边还有惨怪，完全不会痛的呢。啊，不是刚刚攔得很爽啊？等一下，哪一个是啊？我恨我的人生，我已经每次都会因为它是空打，然后东西掉下去，然后我就要再重打，感到非常的愤怒。走开啦！啊，有了，哎，有吗？拿到心脏了吗？我把我东西都捡一捡，心脏有了，然后我看看哦，心脏加灵魂加碎片，有了。哎，白色的，我们来看一下白色的长什么样子。白色会不会比较特别一点啊？会不会白色长得让我比较惊艳，比较细惊艳啊？不是不一样。哎呀，红色的，哦，天哪，好刺激哦！我们红色的是有去过啊？哎，没有哎，这是哪里？开启 yes， 哟啊，没事，我们没有来过这里耶。这是什么世界？为什么他们都长得这么的，好像是同一个模子套来的？色尾，俗称色尾啊。这个是汤还是什么？这是可以泡的吗？会不会死掉啊？泡进去看看。哇、哦，泥浆海，哎，有矿，所以这边也是一样模式嘛，就是挖矿，然后找怪物。不知道，但是先试试看吧。一样哎，三个可以换成一个核心，然后哎还有哦，哎真的还有哎，我终于可以来到不一样的世界了吗？来吧，我们去找找看祭坛这一间的 boss 呢，灰长底裤啊，这间 boss 它其实不是在继续收集矿石啊，因为这其实是黑金世界啊，这个黑金世界基本上就是所有的世界中的最后一个世界，也就是那个连贯的世界中的最后一个世界。那要怎么召唤它这一区的 boss 呢？首先我们会需要用到白色的灵魂，然后放成这样，就会变成这个叫做基础的宝石召唤。然后在这里呢，你可以随意拼凑。对，你看有这么多种，有种足足六种的那种生物，你可以召唤它。所以每一只我们都来召唤看看，总共有六种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每一个都拿来看一下。最新的黑色灵魂呢，就是来自他们自己身上，就是这些怪物身上。所以呢，我们进去好好的收割一下他们，来一二三，看见没？暗黑灵魂，我从没破过，超难。有了，乳白色的。然后第二种，我们都把它做完了，好不好？做完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一个一个慢慢召唤了。有了，我们这一二三四五六呢，就是我们的肾。我们每一个都拿去卖掉的话，每个人都可以分得到 iPhone 14 Pro Max， 直接一个跳离我们的主题。好了，然后使用方法是，他说我们可以在这里按右键就可以把它召唤出来了。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来三二一。哦，他们是什么？双人弓箭手是不是？一个是近战的，然后一个是对，但太可怜了吧？一个碰得到我，然后另外一个碰不到。哦，黑暗之心可以做什么 ？Bloody Block 哦，黑暗之心就是他们身上的东东啦。哎，还有装备，看一下绿色的，干嘛的？这个是。食言胸甲啊！我不要，你的装备又没有比我的帅，干嘛穿？而且还有绿哦！啊，它长什么样子？哦，比例一模一样的放出来呢！哦，那这一个应该也是蛮巨大的哦，酷哎！我可以收集一整套模型。不要，就算这个东西是转蛋，我也不要，无告白。来第二个，
它叫做目光魔晶。来吧，三二一。为什么每个召唤出来的都从天上掉下来？这不是不是，它是它长，它是哦，很帅耶，很帅耶，两个大炮哦，而且射到还要让你晕眩哦。欸、很帅耶，不是，可是他的头在哪？他没有头啊！哦，好晕哦！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 ，Stop， Bye， 啊，东西他掉下去了，完了完了，我又在，哦，不要再晕了，哦，我先开这个界面，你们随便看一下，你们可以数数看自己身高最近有没有长高。好，来第三只，来三二一，可以上，哇，双头犀牛。古代灵异双头战象，拜，赠送卡哇伊的小东西，然后这是什么多重剑，砍一刀不够吗？我们有砍很多刀的选择，来吧，三二一，我是要被压扁的，他弹起来了，卡罗特是一头没上贴图的哦，有了有上，红色的一只哦，还蛮大颗眼睛的数据盒。这里的怪物每个都长得像数据盒，哇、啊，这件呢？哎、欸，他会生小孩哎、欸！好、哦，抱歉，会生更多小小孩吗？他的武器是什么？他的武器是食盐移像器，食盐移像器，然后跟一个什么卡罗特雕像，好小一个哦，卡哇伊！来第五个，来三二一，好黑哦，不是，好痛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觉得我做错事了，好黑哦！他在哪里？我还要失明多久？至少先让我看清楚他的长相吧。他在哪里？不会吧？是你？哦，真的嘞！天哪，真的是他！你跟一般小怪长得这么的没有差别，你没有特色。然后他哦，他是忍者啦，他是忍者啦。第最后一个紫色的，他叫做电装水晶。三二一。嗯，电装水晶啊，跟原本那两只不是一样的吗？是一样的吧？对吧？是一样的吧？奇怪，六颗为什么会重复一颗颜色？我重复了谁啊？我重复了哪一颗颜色吗？嗯，奇怪，全黑的绿色我们还没看过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应该是这一个全黑的绿色我没看过，它的名字我第一次见。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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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还没看过。卡什么那个电什么那个，不会念，三二一，还是其实已经看过了，啊，这看过了啦，只不过它长得太像一般的怪，所以我没怎么理它啊。原来是你哦、喔，好吧，再见，来吧，我们去看看能不能开启这个世界中的最后一扇门，因为我拿到了这个爱心，然后这个爱心是可以做成方块的，那我们就试试看吧，哎、欸，我们就试试看啊，这个可不可以？这什么？啊，这样不能分解。我们来试看能不能盖最后一扇这个世界的门。哦，这个很贵呢，一颗星要哦100万，一颗星100万。没想到这个势力也是有价值的，哦，好贵哦。有了，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再放回去。这个有办法再盖成一个传送门吗？这已经是最后的黑金世界了，但它还是可以做成方块，试试看好了。但是我觉得点不起来，它应该是没办法，它没有世界了吧？有世界吗？没了啦，没了啦！而且这种是他这个方块啊，一个要价100万，这整个框起来已经超过了已经超过了快1000万了，好贵哦，好贵哦，全部超贵的，这个价格已经哦，真希望现实也有一颗。好啦，今天的时光网超到这里告一段落，我们把所有的分界世界全部都看完了。那目前他这个模组呢，还有其他的世界我们可以慢慢逛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